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1，一连两集嘅前奏节目《芳华集》，将带同观众深入了解面对疫情嘅逆境，今年八位佳丽点样挑战自己，克服困难，积极努力，学习向上。多个月嘅训练苦与乐，将于《芳华集》同观众分享，千万别错过。